你们要的牛骨髓来喽，今天吃全部满髓的。哎呀！这是纯髓，可不是鸡蛋糕啊。赶紧来口辣椒。牛油大果冻，这是。嗯，麻辣牛骨髓，我特别喜欢吃，也叫上头神器。嗯，哇，这玩意真上头啊！嗯，喜欢外吃外吃这成筋。嗯，你们喜欢吃牛骨髓吗？哇，太香了！看，这块巨大。真的假的？点一下预约啊，果冻。哎呦，哇塞！哇，太香了！哇塞，真的好香。宝贝儿们，不要质疑我的骨髓，你瞅瞅，这要说的是假的，我真的，
吃得干净吧？你说谁拿它没事往里边塞东西呀、啊？哇，真的好香啊！把这个大的，你瞅瞅，这不是骨髓是啥？这个咋那么黄啊？这个骨髓，哇，真的越吃越香，你知道吗？看看。这个可不能多吃，你知道吗？多吃直接让你窜。来个满料的吸吸骨髓，看这个骨髓多不多啊？太香了，上头神器。这个我只煮了10分钟，再来一个满的。乖乖，香去了啊！这个有点煮酥了呢。
今天咱们来一个牛骨髓。哇，好多油啊！哇，家人们看看，太香了。掉了。太香了。